尽管给我你无解的迷惘，你让我爱上最自由的光芒，想着你我能一字吧 My tooth for your love。 最近才在看这个 Netflix 上西街少年的，是牙痛的华安，然后我是林月行。牙痛华安？哦，没有，我是牙痛牙痛的白狼，每天都在念华安，就忘记自己是白狼。然后这位是我的店长，他是 Alex， 对 Alex。然后对，这位是我找来的员工叫 RJ。嗨，大家好，我 RJ， 张不跑的。这个是我学长，他叫叶奇然。啊，我叫金在勋，然后戏里面是叶奇然。哇，哥哥好。你好，这个是我的一个医生，大 A 吗？对对对，我叫大 A， 然后大家可以叫我 Tim。Tim， 对，病人二号，我是病人二号，我叫许梦哲，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池敏，池仁敏。好的，对。好的。爱本该纯粹，无关错与对，这未来你是唯一主角，勇气是标配。感觉好想要大声告诉世界，就尽管保持你本来的模样，不知道为谁把你的心遗忘，天塌下有我的肩膀，爱不需要躲藏，就尽管给我你无解的迷惘，你让我爱上最自由的光芒，想着你我再一支好了。如果你是我命中注定，我就应该要前进，我不愿再让你成为我生命沿途的风景。如果你是我命中注定，我就应该要相信，我不愿再让你成为生命沿途的风景，被遗
藏在时光里。我是 RJ， 我要很谢谢大家安排了这个旅程。这两天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安全感吧，有慢慢在循序渐进，让我们大家的默契跟舒适可以达到一个 balance。你好，我是雨天。我觉得这两天夜行程其实真是一个蛮好的安排，大家也蛮需要这样子的默契培养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伏地挺身跟仰卧起坐的那个游戏，每一对 CP 或者是每一个演员，他们透过这个活动对彼此的交流，都让我感觉到是真的很真诚，然后很自然的。我们做完这些小游戏之后，第一个晚上我们大家都把彼此的心房打开，更有 CP 感。然后我就大爷，我就这两天收获很大耶，看大家演戏就觉得好强哦，怎么大家那么厉害。看导演在表演的时候，觉得说是慢慢学习的一个过程。前辈们啊，还有剧组大家都很善，也觉得这两天学习到很多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于静。这两天跟大家相处，然后跟导演拍戏，导演还让我们交换角色，然后用一些其他的方式，让我们更能够去感受除了台词以外，包括肢体或者是情绪，其实也可以是一种表达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都比较没有机会去尝试的部分，然后也比较不了解，增加了我一个自己练习的气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月琴。那这两天下来的心得，我觉得第一个很开心，可以跟大家相处蛮长一段时间的。通过这一次，不管是我们一起共同吃一个食物啊，或者是我有些比较运动的这些练习。好像原本自己担心的一些不足的地方，我发觉它其实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的严重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也希望可以跟自己的对手还有多一点相处的时间，可以跟演员培养默契，之后在现场应该会有更好的火花。这样，那谢谢大家这两天的协力跟合作，这样，谢谢。